小姐啊，你可是归海一刀记名唯一的女儿，别说这些小东西了，这整艘归海号都是你的。夫人，咱们真的要走吗？那以后您跟侯爷。穆寻，我不是聂桑宇，我是季曼，所以以后别叫我夫人了，改叫小姐吧。知道了，夫人。啊，不，小姐，那咱们现在去哪儿啊？现在我们回归海号。归海号？走吧。什么事儿啊？有人找小姐。找小姐啊？是。让她进来。是。人到了。季曼小姐，码头上有个人自称是小姐您，正在找归海号呢。要我看呀，八成是坑蒙拐骗的主。您不是一直就在船上吗？什么？有人敢冒充小……哦，有人敢冒充是我季曼，在我的地盘上撒野，把他给我带过来，我倒要看看是哪路神仙。这是我的房间，这也太豪华了吧！哎，小姐，你来这边，你来看看你的衣服啊，这些都是给你新做的衣服，用的是咱们年前从银州带回来的高级苎麻料子，正当季呢。苎麻料子啊，是银州宫廷专门用的那种苎麻料子吗？对，小姐最喜欢的布料。哇，千金一匹，这些都是啊？还有好几柜子呢。哎，这是？这都是小姐的。快来看看。哇，哎，穆寻，你看看这首饰，快戴上看看。哎呀，好看啊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。哎呀，好货就是趁肤色啊。哎呦，你看看这镯子，哎，你看这个成色，小姐没有。哎，小姐，你以前从来不佩戴这些，这才是你最喜欢的。精品珍珠，颗颗饱满。这是我的啊。哇，好珠，是我日常戴的啊。哎，小姐，你来这边看看啊。还有啊，你快来看看。来，你先坐，你累了吧？你先坐。小姐，小姐，您太有钱了。这是你珍藏多年的书籍，你看看。杂类本草，神农本草经，哎，这些都是绝版珍藏哎。伤寒本经针灸甲乙，您要参考。小姐，这上面的字您能看懂吗？少废话，看不懂字我们可以看画呀。再说了，本小姐可以从今天开始学。桑葚，你也要跟着一起学。我怎么好凶？小姐啊，渴了吧？喝口水。哎，谢谢啊。哎呦，这个杯子好精致啊！这就是小姐喝水的碗啊，是用整块白玉雕成的。白玉？整块？啊，一点杂色都没有，入手温润，雕工一流。这种精品便是在京城侯爵家中也是难得一见。真的不能用来喝水，我们赶紧给它放好，万一要是磕了碰了的那就麻烦了。摆好。没事，小姐，就是喝水的碗罢了，咱们库房还有好几个呢。啊哈，好。
这没什么，除了这些，还有好多小姐平常一时兴起买了，转头又忘了的小玩意儿，金的、银的、白玉的、琉璃的，还有遍布各地的宅子、铺子、田庄、马场，记得吗？啊，这些都是目录名册，你快看看。小姐尽管买买买，三顺都给你记着呢，想找什么东西，立刻就能找到。真是有钱人家哈、啊。小姐，你可是归海一刀记名唯一的女儿，别说这些小东西了，这整艘归海号都是你的。哦，对啊，整艘归海号都是我的。李雨轩，这么晚你来干什么？执行公务。啊？执行公务？你谁啊？放肆！这是我们家大人。海方县令宁宇轩，也是小姐的夫君。什么？哎呀，鬼白，归海号年久未修，即日起开始维修，船上的所有人下船安置。嗯，请吧。哦，大人是来修船啊？既然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就不劳烦大人，毕竟我们也有钱修。对啊，我们要自己修，你还要强买强卖啊？既然没有收钱，就不算是强买强卖。船一旦出事，可是要丢性命的，谁都负不起这个责任。若是诸位觉得不方便的话，本官可以提供县衙给各位小住。那就不必了吧。这样吧，我们呢，今天晚上就把渔网啊、帆布啊都支起来，在码头上暂时简单的过一夜。嗯，到时候我们也不打扰大人的公务，你看这样可好？来，我们现在就把所有的渔网、帆布一旦发现破损，都要修。是，更不能带下船。宁雪，我。